看到了这个曹姓女子，也就是曹伟玲她的一颗头，那么紧接着呢看到了这个先生和这个小孩子都被压在梁柱底下。那么根据了解呢，她呢在这个事发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她的先生这个要护着她抱着她。不好意思，借我们顾一下，先进去急区再。先进去急区。